谢你，国家感谢你，国家感谢你。几啊十年拢无变，你爱习惯咯。好不容易才到这里重新开始，好好表现，等爸爸来带我们回去好吗？转学生，哪一个年级，叫什么名字？二年中班，刘云香。你们在我背后做什么事情，我都知道。不要以为你们藏得住。白教官，不管过了多久，翠花永远不变。那栋是韩翠楼，之前在那里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，学校就禁止大家再去了。有诈有保庇哦，无诈会出代志。学校有一群怪咖啊，一直相信韩翠楼有一个有文采的学姐会给他们灵感。啊，吸星差不多。哦呵。你的卦象是天山遁，意思就是逃避闪躲。如果你有事情都可以找我啊，学校有问题的话，我也可以帮忙解决嘛。但也许有些事情是怎么样都解决不了。起立。不用了。才十六七岁，是最不应该被定型的时候。我是你们代班导，也是沈金校长的儿子，但对我来说，我就是沈华，不是别人。今天要给你们的功课，你是谁？或许我来到金銮，就是为了遇见你。今天呢，每一个人都要写一个作品参加比赛，这是全国等级的比赛。这你写的，那人好像是我，又一个我，一个文学星星诞生了，太精彩了！对不起我，我太开心了。方同学你好，你家里的事情，老师大致上可以理解。你的文字是动人的，要好好珍惜啊。如果有不开心的事，就写写日记吧，或者也可以告诉我，我就在这里，你不是孤单的。让开，让开，听到没有啊？跟诗社的人很好。对啊，我加入诗社了。你干嘛加入诗社啊？他们都是怪咖哎。魏叔，你有没有交过女朋友啊？真的觉得女生好难懂哦。哎，一下跟你很好，一下又不理你。这是你家人啊？她是我高中的学姐。学姐，你的文字好动人，你能教我要怎样才能写得跟你一样吗？你有没有真的爱过一个人？去爱一个人，去感受那些快乐、很悲伤、很痛。老师，嗯，为什么是这样选心？首先孤高自赏。乍看柔弱，却耐得住寒冬凛霜，就跟你一样。我以后
想成为一个作家。几年后，等这里花开满路，你的创作想必会比今日更灿烂芬芳。好，已经交稿卷的同学可以先下课。谢这个名字啊。如果我根本没有才华，老师还会在乎我吗？会不会真正的我其实什么都不是？今天想起让白国锋取代我，他懂什么？你要我回来用我的方法做事，现在又不让我去做。你眼界这么小，难成大事。你要记得，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才拥有这些，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啊。学姐，如果你还在那有多好，像你这么美好的人才应该留在这世上。是发生过的代志啊！伊今仔人有耳无嘴啦，饭菜有白吃吼，话唔通我白乱讲啦。吕相，玉佩给我，你把玉佩给我，给我。你干嘛？玉佩给我。不要！陈文亮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觉得我等了30年是为了什么？刘云香，接下来换你帮我了。为什么？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为什么你会被关？为什么方瑞秋会自杀？为什么你跟我说？不要打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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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控制消息，马上查清怎么一回事。魏忠平，你实在太没用了！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怎么会天真的以为这只是你的私事？你谈你的恋爱有想过我们吗？学姐，你能跟我保证，接下来我跟你说的，你不会跟别人说吗？你那里是不是还有我不知道的事情？白国锋，给自己留点颜面吧。当年的事，你自己也脱不了关系。求求老师好不好？想，想老师拜托。老师拜托，你不要走。你想拜托，想求求求求你求求。好，不管了啦，待不下去我们就一起走。离开金龙，白国锋，你这么快就忘记我了？30年来，我就在等这一刻。
我来替张老师他们报仇了。你是忘记了，也是害怕想起来。